老家是威海荣成，现在呢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是一名检票工作人员。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德州市青浦县，我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科普讲解员。我的家乡在山东滕州，我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一名环尾狐猴饲养员。我的家乡在黑龙江哈尔滨，我是一名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长颈鹿饲养员。我的家乡在聊城，我是一名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动物保育员。我的家乡在河南开封，我们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马戏表演场的杂技舞蹈演员。我的家乡在山东烟台，我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熊猫咖啡馆的一名咖啡师。我的家乡在山东威海，我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安保部的一名工作人员。想对爸爸妈妈说，我在济南工作很顺利，祝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虽然我们距离隔得比较远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始终连在一起的。在这里，我想对我的家人说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希望家人们在这儿祝家乡的护老乡亲们身体健康，一帆风顺，新年快乐，牛气冲天，爸爸妈妈俺给他过年都挺好的。日常负责动物的食物准备，为了春节期间动物朋友们能够吃大餐过大年，我们决定坚守一线，就地过年。爸爸，我在这里协助你们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你们在家都好好的，不用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年挺好的。新的一年，祝我的父母、我的亲戚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我在这里过年挺好的。节假日是我们工作最繁忙的时候，很挂念家乡的亲人和朋友。在这里，我祝他们身体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我在济南过大年挺好的。在此，我祝我的家人和朋友新春愉快，牛气冲天，虎虎生威。我在这边过年挺好的。在这个新春佳节时刻，就地过年是我能为疫情防护付出的一份微薄之力。在这里，我想对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我在济南过年挺好的。